天狮吼那个角度，你刚好没有。吴嘉伦，你好机车，哦、我要录影。太低级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吴小铁没有走？天哪！你先。啊！这不能。小铁为什么怪叫声？很痛啊！很痛啊！小铁，为什么你穿鞋？我觉得造型比较好笑。我也穿鞋、啊。小铁，去给妈咪抱抱。走走。叫妈咪抱抱。好贱哦！啊！好痛哦！哎、欸，那个摄影师，请把小姐脱掉。你干嘛拉我？去拉妈咪。来拉姐姐，来拉姐姐。小姐叫妈咪抱。妈咪抱。妈咪抱抱。来，谢谢。弟弟，妈咪抱，妈咪抱。还穿袜子哎你？对呀、啊。我这样走有感觉。啊，真的很痛吗？很痛，真的很痛。穿拖鞋的啊！我是这样才放下来而已，刚刚也是。没有啊，赵经理太丢脸了，我决定走到那边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看，我看你不下来啊！一样。好痛哦！哎呦！平常穿鞋。好，走，接着走，接着走。好痛啊！有这么痛吗？真的很痛！痛痛痛痛痛！我不会痛的。Hello。哦，什么？哦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好香哦！天天，阿宝，加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爬升起来了，刚，哎呦！哎呦喂！哎、欸，这个白色都不一样的喽。白色的那个尖锐度不一样。我刚才。